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15集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变速箱，这是一个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小型的掌上型玩具啊，它比一般的 Deluxe Class 的话呢，可能身高还要再矮一点点，但是玩具本身的表现非常的不赖。首先呢，它身上的话呢，并没有使用球形的关节啊，那么它身上的话只有一个配件，就是一把武器。黑色的一把大枪，胸口的话呢，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边部件呢是要自己安装上去的。扣这里的时候呢，要稍微用点力，胸口可以打开啊，里头有一些细节的刻画。那么这个玩具最有趣的呢，莫过于它的造型，它这个头啊，一定是这个表情啊，一副非常铁憨憨的样子啊。那其实 G1 里头呢，这个家伙的戏份我几乎是零印象啊，真的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只觉得他跟这个大汉感觉这个体型身形是有那么一点像的。那玩具本身拿在手上的感觉，重量比重非常的好。虽然有背包，但这个造型你会觉得，这个家伙的身上就是身体应该要这么厚嘛。腰身可以转动，脚前后左右侧踢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关节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。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脚底板，接地也是非常非常之优秀，几乎吧，除了说，头部往后这里推啊，不小心会把背包给推开之外。基本上吧，以 Deluxe 等级来说，它已经是达到了非常高可动了啊，连拳头都可以转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个部分啊，还可以前后左右搓动啊，这个对于人物手臂的前后的可动啊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帮助了啊。那造型啊，真的做的是非常的好玩，倒角处理很圆润啊，摸在手上，这个玩具的比重来说，就是一整个很棒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变形过程好了啊，那个这手臂的话呢，直接的折一个90度折过来，胸口的话呢，把它给挑开，挑开之后呢，把手给塞到胸口里头，两个轮子打开，打开之后，好，背包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里头的轮胎往外翻，翻出来之后直接往下盖下来，到这里，腿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抠出这个是属于车子的挡风玻璃，它要折到上面。啊，没错，我们就直接的往上面翻过来扣下去。那么呢，往这里扣下去的时候呢，这里压下去的时候，这个缝啊，跟这个凸啊，这个阿凡达跟印第安人的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非常紧的。一旦从车子要变回人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地方挑开的话会比较紧，可能还需要用道具才能够把它给抠开来。然后后面这个地方有点有趣，胸口可以打开，往上推上来之后，这里有两个凸啊，都有两个凹槽，这里抠进去。这片部件往上放上来啊，这里的话就没有卡扣，但是也已经扣得非常的稳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变速箱的一个变形过程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行云流水啊。啊，这个凸，这里要记得提醒一下扣上去。那大枪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扣在，应该是扣在侧边啊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扣，那也都是可以的。那滚动性也很好，轮胎难得啊上了银漆啊。而且后方的话呢，也不是那种烂尾啊，用了一个一个人形的一个胸口，来补足了它的车子的后方。侧边的话呢，这里裂缝是稍微大了一点啊，但是呢，以一个这个等级的玩具来说，我觉得也做得非常的不错了啊，标志也非常的清楚。整体来说呢，以 Deluxe 等级可以戴在手上，戴着把玩的玩具来说，这真的是一款小精品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